这个地方还堵车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乘坐电扶梯时，现在身上真的没有多少钱了。刚才在12306用积分兑换了一张从小榄站到广州南的火车票，先到大长安区那里，先住两天再说吧，没有办法了，现在。有没有被子？放心，给你安排。这是我的睡袋。哦，刚好刚好。我上次过年我准备买的，就是过年，我就是准备以后出去找工作就用这个嘛。啊。现在你先睡着。买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打开试了一下，看行不行。要不然你就睡这里吧。啊、就睡这里了。这个要不要垫一下，这个等一下我拿出来垫一下，这个那个垫子再打开啊，这个拉链打开刚好当被子用，可以啊，就这样。